欧灵光的智慧，我的选择和机会每天都在增加。正因你的想法创造你的实相，透过学习以更宏大和不受限的方式思考，你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。天马行空的想法增加你的创造力，扩展可行性，吸引机会并让你拥有更多。天马行空地想象让你先经验得到丰盛时的感觉，而这些感觉正是为你带来丰盛的配备。想象力能为你的头脑开启更大的可能性。不受限的想法能帮助你碰触生命的更大画面，连接大我的广阔视野，助你发挥潜能。所有伟大的创作都始于一个愿景。为人父母的经常会对孩子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想象他们可能的为人和成就，如此帮助孩子认出他们为自己创造最大福祉的能力。当你恋爱时，你会认出对方内在的潜能，协助他完全发挥。天马行空的想法意味，你对自己也要心存同样的美好憧憬，认出和发挥你的潜能。每当你思考未来，你在创造一种可能的方向。要开展你的潜能，你需要想象梦想真的成真，因为那些美梦和幻想正为你指出你的潜力。你的梦想是有理由的，他们正引导你踏上你在地球的更高道途。放大你的愿景，大胆做梦，胸怀壮志。如果你想开创新事业，别对你能拥有或达到的目标妥协。假设你打算一周服务一个客户，把目标想成每周五位。如果你计划一年后开始你的事业，想象一个月后就开始的感觉如何？假设现在就是一年之后，你再回顾自己一年来的成果，你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什么？